我今天看到温岚姐姐就是这么活力，其实我想让温岚姐姐就是教我几个动作，可不可以？来，温老师开课了，来。哇。比较简单的一些律动好了，因为刚刚不是中间不是有那个吗？我们先右边，然后在左边试一下 ，1 2 3，先左边，哎，也可以呀、啊，然后在右边。但是你当一甩的时候，头先过，身体再过，这样就是要连贯起来。好，换你了，蒋真。有啊。有吗？只是他可能会比较怕，就是因为裙子。对，谢谢。好，谢谢蒋生，谢谢好学的蒋生，谢谢。